猫的种类。猫属于猫科动物，是全世界家庭中较为常见的宠物。那么猫的种类有哪些呢？猫的常见的种类有短毛猫、长毛猫、狸花猫、波斯猫和缅甸猫等。其中短毛猫的毛发很短，并且整齐光滑，它们的骨骼健壮，动作敏捷，具有野生的特征，而且日常护理比较容易，温顺近人，作为伴侣动物特别招人喜爱。狸花猫的原产地是中国，属于自然猫，是在千百年中经过许多品种的自然淘汰而保留下来的品种。人们最熟悉的就要算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了，这也是能够找到的最早有关于狸花猫的记录。狸花猫非常受百姓们的喜欢，因为它有漂亮厚实的皮毛，健康的身体，并且容易喂养，捕捉老鼠也十分在行。